拜，晚安。好冷哦，而且一直下雨。晚安。觉得台湾很冷，呵呵，台湾怎么那么冷？ Hello 土豆， Hello Jackie。穿越困难和阻挡，都不能太勉强。Hello 阿轩，晚安。豪天 ，Hello， 晚安，偶遇系。今天有零，今天有点心，明天会更冷。其实是蛮喜欢冬天的，但主要是我买的外套还没来。对，主要是我冬天的衣服还没准备好。没有，我觉得冬天最痛苦的就是早上起床的时候，那是一整个冬天最痛苦的时候，其他其实也还好。其实冬天就会很想喝热的饮料，就超想喝热汤跟热饮，还有吃火锅。Hello， 欧比王，晚安。不是啊，十月还那么热，台湾的冬天真的一瞬间就冬天了。Hello 冠文 ，Hello 志祥 ，Hello 燕燕。今天有一个柠檬塔，不知道是应该是谁，不知道谁送给思源的。他应该不用退冰太久吧？试试看。其实我很喜欢吃柠檬塔，啊，皮很硬，皮有点硬，皮偏硬。Hello XTX。石英，嗯，谢谢后影的彩色香槟，谢谢后影的彩色香槟，这个啊，完蛋，等一下要去拿卫生纸，等我一下。柠檬塔是属于，嗯，它不是柠檬塔。Hello， 阿坤。它的塔皮太厚了吧？它不是柠檬塔。你看，它的塔皮很厚哎，我第一次吃到塔皮这么厚的柠檬塔。它这个不是柠檬塔，它是。柠檬饼干，阿秋晚安。它这完全是柠檬饼干的。对，我喜欢塔皮，所以可以。嗯，没错，我喜欢塔皮。但是我第一次吃到塔皮跟那个柠檬酱是
接近1:1耶，第一次吃到。谢谢 Michael 的应援棒。嗯，很好吃。Hello， 同学。晚安，小馆面线。没有啊，正常的柠檬塔就不是这样子。正常的柠檬塔应该是塔皮要薄一点，所以它是不正常的柠檬塔。谢谢小亮的应援棒。Hello， 一晨。哈哈，你好，你好。我真的吃这个很容易掉很多屑屑，刚好我幸好我今天没到我妹房间直播，不然还我还掉一根屑屑。晚安，硕婷，吃这个会口干吗？其实还好，因为那个柠檬酱还是有一定的比例，对。但你问我不准，因为呢，本身我真的的确是很喜欢吃塔皮的人，我不会觉得这个很干，我是很爱吃塔皮的人，所以你问我不准。谢谢吉米粥的忍不住想你，会被十元刷掉？不会，我会毁尸灭迹，我会让他不知道这里发生过什么事。比赛结束。什么比赛？你说亚冠赛吗？本来想看完的，可是酒局上好像是一个疯狂酒局上，好有一点可惜，前面封锁的很完美。对啊，金孙投的很不错，前面投的超好，然后一直0:0，结果哦后来1:0一个全垒打，结果九局就9局失手，看这个就告诉我们一件事情，就是啊，有时候那个感觉来了，一个半局就可以打很多分数。Hello，Hello 班长 ，Hello Ken，Hello Ken， 全 ，Hello 樱桃猫，输了100块，你跟谁赌？国际赛的量，他投的很好哎。但我刚刚听球评说，他说东京巨蛋算是比较小的巨蛋球场。谢谢冠旭的赏枫会员票。Hello 坤玉，你们有去过东京巨蛋吗？我也很想去看东京巨蛋哎，还没有进去过东京巨蛋，只有在那个。演唱会里面看到东京巨蛋的样子，对，也想去一下大巨蛋看看，不知道我们的大巨蛋长怎么样子。对啊，我也没有去过大巨蛋，好奇。可是大巨蛋，我说实话，我真的觉得大巨蛋那个白色椅子看起来好奇怪。我不是专业人士哦，我没有那个。
没有，我没带任何那个，我只是我个人浅见，好不好？我没带任何专业什么，我也没要干嘛，我只是个人浅见，觉得白色椅子好奇怪啊，因为我从来没看过球场是白色椅子，哎，认真从来没看过，你没有看过吗？是真的没看过哎，但球员好像会说什么会吃球，就是会看不到球，对啊。冬天最干，附近不是有一些游乐设施吗？不知道，我之前去日本玩的时候，曾经考虑过要不要去东京巨蛋逛一逛，但后来还是没去到。嗯，而且东京现在屋顶也是白嘞。但亲爱的，那并不是爱情。哇！我吃完这个柠檬塔，喝这个奶茶，这奶茶一点甜都没有哎、欸，突然间变成水了，很猛。你去过一次小巨蛋，你是为了什么去的？你是看我的、哦，真的、哦，谢谢你。哎，对，讲到这，我想到就是，譬如说，如果你出去吃到饱的餐厅，不是他们都有那个水果吧吗？然后那个水果吧就是，如果有西瓜、芭乐那些的，柳丁那些 ，Hello 五层，如果有这些的话，绝对最后才能吃西瓜。假设你一开始就吃西瓜的话。后面所有水果都会变超难吃，对，所以呢，奉劝大家一定要先吃西瓜。晚安，健康晚安。Hello 小鱼 ，Hello 风贵，我很喜欢吃风贵。Hello 李真 ，Hello www，Hello 兄，就像是今，对，怎样吃很重要，它好复杂哟、嗯。谢谢微微的荣幸会票，向恩的螃蟹汤。夏恩的螃蟹汤是不是很浓郁？然后是那一集吗？然后小当家就做了一个很清淡的，是不是、啊？是这一集吗？小当家做了一个很清淡，然后让你可以很放松的一碗汤。我有记对集数吗？我记得有一集是这样子。并不是。请谢谢 William 的小鸡蹦蹦，小夜灯 ，Hello。那爱情做的很透明 ，Hello 国树，要断考，断考加油！便宜餐厅，你的便宜餐厅的价位是在哪里？哪每个人对便宜餐厅的价位？定义不一样，我觉得台湾是很可以，就是吃要吃很便宜也可以，可以吃到超便宜，200以下。200以下，我觉得只能吃。小吃哎、欸，面摊之类。对，谢谢豆腐哥的天使徽章。Hello 西冈沙野 ，Hello Vivi 的萌，这是小吃类。通化街米粉汤之类的。不然我这个餐厅可能都要300-400以上。
对。啊，如果你要200以下就是感觉就只有小吃店那些了。对。谢谢勇哥的告白气球。今天欢迎请你吃饭。谢谢欢迎邀请，也可以请我吃饭。可是路边摊就很，路边摊跟小吃摊我就很难推荐给你，可能能推荐给你一些像是夜市之类的，因为路边摊跟小吃摊这个很，这个不一定会出现在哪里，就是它就很在地的东西啊，就是我，而且我也不认识很多，我只能推荐你，对啊，基隆夜市、庙口夜市。晚安家居，然后还有什么？就庙口夜市啊。十二锅现在超过200了吧？十二锅以前我记得才200出左右，现在应该超过200。不然我觉得十二锅也很好吃。对，但十二锅每次都要排队，十二锅从来没有不用排队，很扯。十二锅生意超级好。所以我就没有很爱去吃就是我觉得十二锅很好吃，但是我没有很爱去吃十二锅，是因为我没有，我去十二锅几乎每次都要排队，没有不排队的。就是，但而且十二锅现在好奇怪，就是呢也不奇怪，就是多元发展。以前十二锅就专心卖石头锅跟那个平价叫什么普通的汤嘛。现在的十二锅就有很多特别的汤，对，排队很容易打消。对呀、啊，哪有时间排队？而且十二锅的排队不是那一种小排队哦，是大排队。晚安么？是大超级大排队哦，半个小时的那一种哦。啊，你可以去吃。没有，前都也超过200。前都是不是也超过200啊？我不知道，我好久没前都，感觉好像也超过200，因为前都有附很多东西，前都还有附什么冰淇淋，对，还有饮料，对，前都也超过200。对啊，所以我就说200以下的话，只能选路边摊台湾小吃了。自制晚安，对。欸，连德克斯炸鸡都超过200块。我有一次就想说啊，球赛快打完了，我想要去买德克斯炸鸡来吃，因为呢所有人都跟我说德克斯炸鸡很好吃啊。我不知道，我就是天母的，我没有在其他地方看过德克斯炸鸡。然后呢他们就跟我，我就问说啊那多少钱，他就说德克斯一个套餐就要200多块。我想说哇塞，也太贵了吧，德克斯炸鸡也太贵，一个炸鸡，一个薯条，一杯饮料，200多块，偏干是吗？可是他们都跟我说超好吃的，我不知道，我没有吃过，我还没吃过，下次吧，下个赛季有机会再吃。Hello， 柠檬，顶呱呱，我偏普通。我偏普通，但是顶呱呱的呱呱包跟甜甜包蛮好吃的。对，还有偶尔顶呱呱就是偶尔会想吃，但我绝对不吃，绝对不喜欢顶呱呱的薯条。对，顶呱呱的薯条很难，不是很难吃，就我不喜欢，我不喜欢地瓜薯条。像，但我妈妈就很喜欢，就不一样。对。看每一个人的选择嘛，那我自己本身是不喜欢那种薯条。鸡脖子哦，我妹好像觉得鸡脖子很好吃。对，鸡脖子就那样啊，也没有什么恶心不恶心嘛，就是当鸡肉在吃啊。那你有吃过东山鸭头吗？其实我个人觉得东山鸭头的猪血糕是，谢谢家居的梦幻药哦，
谢谢嘉宾梦幻烟火。我个人觉得东山鸭头的猪血糕是我最喜欢的猪血糕的形态，就是东山鸭头的那个猪血糕啊，就是会炸先，我不知道它怎么处理，反正整体吃起来就会，要是脆嘛，也不是脆，但就是一个很特别的口感。对，哦对，有些会弄得太硬，有些会硬到很难咬，但就是你要选对，你要选有技术的。有技术的就会很好吃，然后又够口味够重够咸。对，但我个人就是像咸酥鸡啊、东山鸭头啊、咸水鸡，这些都是一类型的嘛。我个人最喜欢吃咸水鸡，咸水鸡的蔬菜很好吃耶，我都要流口水。咸水鸡的蔬菜就没有点像小黄瓜、花野菜、秋葵之类的，这种就很好吃。咸水鸡的蔬菜是，我之前我吃咸水鸡就不会点鸡肉的，对。我不需要吃，我不用吃猪血糕，不用请我吃猪血糕。对，我不点鸡啊，我是去那边点蔬菜的。啊，竹笋笋片也超好吃的，笋片。然后我想想看，我还会点什么？高丽菜、玉米笋，然后高丽菜还好，看情况，不一定每次都会点。豆皮我也不太会点哎。我去咸水鸡摊就是 always 只会点蔬菜。我记得小时候，也不是小时候，就我很年轻的时候，偏年轻的时候，就是物价还没飞涨的时候。还有那个选三样蔬菜50块的价嘛，哦，那个我最开心了。对，甜不辣我也不会点哎，我几乎每次我就只会点蔬菜，对，我只会点蔬菜，我就是一个很爱吃菜、不喜欢吃肉的人。我喝鸡汤也不会吃鸡，我就只会吃那个喝汤跟那里面的蔬菜。对，我不爱吃肉的。Hello， 杨雄，玉果的怎么念啊？欧贵哦，我不喜欢吃芋头，讨厌芋头。但我后来发现盐酥鸡的炸萝卜糕很好吃，蛮好吃的。对，快点，原来我不帅的主题曲，上次不是有讲到？总是被打败。真的好无奈，其实我实实在在，不管帅不帅，我讨厌白叶豆腐，巨讨厌白叶豆腐。对我来说，只有嫩豆腐可以接受。我要勇敢大声说出来，期待期待你发现我的爱。无所不在，春伟 ，Hello， 我不管热量高不高，我不喜欢百叶豆腐，就那种很多层的东西我都不喜欢。那个素鸡我也很讨厌，素鸡也是有很多层的，百叶豆腐也有很多层，不喜欢。Hello， 人豪，我这爱，我觉得百叶豆腐是吃起来很怪啊，对，千层派。蛮喜欢的，千层面还不错啊，蛮喜欢的。哎，我虽然是喜欢吃啊，我虽然是可以接受千层蛋糕，但是我其实也不会说会，如果就是在蛋糕的选择上，千层蛋糕也不会是我的第一选择。就我去 Lady M， 我不一定会点千层蛋糕，我可能会点别的口味的。哦，对啊，我搞不好还会一层一层的吃，就是一个怪人。Hello， 阿庆，我超讨厌白木耳的。这样一想，我怎么讨厌的东西很多 ？Hello， 阿庆，我讨厌白木耳。期待期待你发现黑木耳可以，
但我讨厌白木耳。嗯，这白木耳不是都会做成甜点吗？我觉得很恶心哎，不喜欢白木耳。Hello MM，Hello 坤坤，看出来是因为爱，我猜你把我的爱捞几个弯，越靠近越明白，不要走开。开始，今天晚餐吃什么？今天晚餐吃小，就是要怎么形容它？小火锅，但是外带的小火锅，然后已经煮好的那种小火锅，平价火锅，就是那超过100块以下，臭臭锅。谢谢红的告白气球。哦，不是100以下啦，讲错，200以下。更正一下，200以下。我不喜欢吃杏仁茶，我讨厌杏仁。我唯一有一次吃过，杏仁豆腐，我平常不吃，但是我之前去吃橘色火锅，走开。蚊子走开！橘色火锅的甜点的杏仁豆腐，真的是世界上最好吃的杏仁豆腐。它的那个杏仁豆腐，它是一个抹吉的感觉，然后就杏仁味 OK， 然后就是吃起来就像一个抹吉一样。然后呢，我第一次，因为我一直都很排斥杏仁豆腐这东西，我不喜欢杏仁豆腐。然后那时候去吃橘色，我就第一次吃了这个东西，然后我就很天真的以为世界上所有杏仁豆腐都长那样子，然后我就想说，哇塞，我怎么误会杏仁豆腐这么久？杏仁豆腐这么好吃，我怎么可以以前都不吃杏仁豆腐这样子？然后呢，直到后来我出去夜市还是哪里遇到杏仁豆腐，然后别人问我要不要吃杏仁豆腐，我说好，我要吃，然后我拿到之后发现，哎，怎么不一样？的时候，我才恍然大悟，哦，原来那是只有橘色才吃得到的杏仁豆腐。对，那真的很好吃哎，我真的是会哦。为什么敢吃？因为那时候我其实没有问是什么，我就先吃了。其实我知道，就是我的坏毛病，就是呢，我很爱对食物有先入为主的观念，就譬如说我讨厌泰式，我就是怎么样我都不太会愿意去试，我就不喜欢试。谢谢健全的真情告白。对，我譬如说如果今天上这道这个橘色的甜点，然后他没有跟我说哦这是杏仁豆腐，我可能就连吃都不会吃。但是因为我那时候吃的时候，我好像就不知道他到底上了什么，然后我就吃了，然后我吃了之后我才发现，哇塞，好好吃。对，主要是这样，虽然我知道我这是我的个人坏不好的地方，但我没有打算要改。对，对，我心理作用，我是一个，其实我知道哦，它可能没那么难吃，就是哦，其实我可能不会这么讨厌，但我就是不想吃，我听到就是不想吃。对于吃啦，其他事情还好，对于吃的是这样子。对啊，但我不打算改，又没差，不吃也不会怎样啊。对不对？反正少吃一道美食是我的损失嘛。谢谢 Andrew 的枫叶，你们也不会有什么损失啊，就是只有我会有损失，所以没关系。对，像结束时那样，明知道你没有错，还硬要我原谅。就像那个煲仔饭啊，我记得我之前就是在捞网，就是你们知道捞网吗？就是台湾也有捞网这个东西，我其实不太知道它是哪来。反正捞网其实也很好吃，捞网是胡椒猪肚很有名的火锅店。然后我之前就跟朋友一起去吃捞网，然后捞网的煲仔饭也很有名，
然后我忘记那一次为什么是怎样了，反正我们那时候很多人一起去吃聚餐，然后就有人点了煲仔饭，然后就是其实它是一个小小一碗嘛，它是大家分食。然后我看到那个是一个长米的形状，我就不想吃，我就说哦，你们吃就好，你们吃就好，我不用吃，我不用吃。所以我其实是没有想要接受煲仔饭这个东西的。对，但为什么这次我去香港会接受呢？我好像讲过了吧这故事，因为呢，我那时候我问刘晓晴说你想带我去哪里，然后刘晓晴跟我说他第一个想到就是要带我去吃煲仔饭，我想说，对啊，这个我就讲过。我想说刘晓晴第一个想带我去的就是煲仔饭，欸，那我不能泼他冷水啊，那我怎么样都要试试看。我也问刘晓晴说你确定没有泰国米的味道吼，他就说没有没有没有泰国米味道，是长米但是没有泰国米的味道。然后我就想说好吧，既然刘晓晴都这样说了我就试试看。对结果的确是没有泰国米的味道，但是就是长米。但是呢，我觉得，我觉得我还是，我依然没有很喜欢长米的口感，因为我觉得长米吃起来其实是偏硬吗？就是偏干跟偏硬的口感。我其实没有比较不喜欢那个口感，但是就是煲仔饭加的那个酱油，我不知道那是什么酱，就是会淋在上面的酱。我觉得很好吃哎，就是那个酱本身很有味道，然后那个锅巴，你们叫什么啊？我记得刘晓晴那时候讲一个饭椒，你们叫饭椒吗？我不知道，刘晓晴那时候说饭椒，我们叫锅巴，那个锅巴也很好吃，脆脆的，然后那个酱油加进去，我又觉得哦很好吃，也很搭哎，这样子。我就觉得哎，吃起来还不错，有那个酱油就够了，酱油有救回一切这样。对，那么喜欢你，对啊，没错，煲仔饭的故事。我任性投入你给的作曲，什么时候发？好像11月20几号吧，详细我也不知道，你可能如果你很想知道的话，那个问那个商城的人会比较清楚。对，也不会有下一次，应该是说我不会主动说我要吃煲仔饭之类的，但是如果大家想去吃的话，我也可以跟大家去吃。对，我是一个很配合的人，除了你不要带我去吃泰国料理就好了。对，今天怎么一直提到中华一番？今天一直中华一番呢，谢谢冠去的赏风客人票。主播是哪里人？北部人，台北人。谢谢幽默力的美光灯。我想我会开始想念你，谢谢幽默里的一颗心。我要看歌词啊。我想我会慢慢喜欢你，因为我拥有爱情的勇气，我任性投入你给的作曲。谢谢小馆面线的水晶蟹草。双十一有买什么东西吗？我双十一太忙了，我是双十三，不是，那不是双十三，我是11月13号才开始买东西，12号、13号才开始买，然后我就觉得很烦，你知道吗？我就是买了之后，那个就收到，而且我那时候就买，我先买了 Momo。然后我已经是13号买 Momo， 然后你知道 Momo 其实是出货非常快，然后我买了 Momo 之后， Momo 就说哦，最近物流繁忙，所以出货会很慢。然后我就想说啊，我都没有搭上双十一的列车，我也没有拿到双十一的折扣，我也被扫到双十一的尾巴，害我到现在都还没收到。
这是很罕见的，你们知道吗？摸摸烫不都是一天两天，一天以内，两天以内，两天以内就收到了。对 ，Hello 勇哥，就是很就很衰，我觉得我很衰。我想说，奇怪，我一个折扣都没买到。哦，摸摸不是，摸摸是买别的，我是在虾皮买了冬天的衣服。对，还有买法式，我最近买最多的就是法式，一直狂买法式，因为不会绑头发，只能依靠法式了。对，都要害到一般购物者，我一个双十一优惠都没使用过，都没使用到，结果就收不到。谢谢阿轩的金唱片，所以我双十一也没买到东西。最近没有淘宝哎，最近没有在淘宝。我最近其实不常，我最近其实买衣服好像比较常是实体店面买衣服。我最近好像比较少，可能比较忙吧，因为逛网拍其实也是要心力的，心力耗时间。Hello 苏云。谢谢健全的真情告白，而且我被蚊子咬了，刚刚那只蚊子竟然敢咬我，气死！你去香港竟然没买衣服，我觉得香港衣服不好买，不知道要买什么，我觉得偏贵，可能我都没有逛到便宜的店。我就偏贵，爱写出我的诗经，算不出我的命运，你给我的命，下一辈子再还你。没有，而且我其实没什么，那我那时候去没什么买衣服的欲望，我那时候去最大想做的事就吃港式料理而已，我本身没什么逛街欲望，我就觉得香港跟台湾其实卖的东西有一点像，就是就比较像嘛，就觉得好像不用特别来香港买。对，你这给我的命还给天地，还给你。你说是三哥还是云南？你要想讲清楚。但我真的觉得米线真的很好吃。我下次去香港，我还是会再花一餐吃米线。米线真的很赞，好喜欢吃米线哦。重点是汤很好喝。对，咸宁记上次有跟我推荐另一家，也是连锁的，但不是坦仔系列的。对，他叫我下次去吃。我答应他，我说好，我下次去吃。好像也算是蛮多间店的。Hello Jerry， Hello 阿炳，完了没听过这首歌。对呀，为什么台湾不开？而且新加坡都有分店，为什么台湾不开啊？还是我去当那个引进的人？我去当那个代理商，我去跟谭仔三哥谈一下代理权。那谭仔三姐，谭仔一姐，对，云桂香，你怎么知道？就是云桂香，云开头的云桂香。我真的去跟谭仔谈代理权，然后把谭仔引进，怎么样？你看阿伟也代理点点心，那我代理谭仔。我带你谭仔三哥米线，生日快乐可乐。不是啊，我们是要把好东西带进来。我真的觉得好吃，而且我觉得这个东西叫什么怎么讲，就是这个料理其实是 SOP 很容易的吧，就是呢，我
我觉得一个东西在海外能不能成功，就是你可以多还原它的口味。那你多还原它的口味，就是你 SOP 制定的好不好？那我觉得这个料理其实 SOP 应该蛮好制定的，就是汤要怎么熬啊，就是那些比例调好，然后米线要怎么煮啊，我觉得不难欸，就是它其实没有吃什么技术吧，说实话。对，我之前在那个韩国的咖啡厅打过工，然后我们就是入职之后就会拿到一本那个他们的 SOP 本，就是，但是他们的就是有一些原物料是跟他们进，所以其实一些很根本的原物料你是不会知道怎么组成的，是他已经包装好带过来了，就是你要跟总公司下订单，然后其他东西都是他 SOP 化给你的，所以我对于这个 SOP 的这个东西我大概知道是长什么样子。对，还是我真的代理谭仔，好，未来五年后目标代理谭仔三哥米线。对， Hello 小勇，咖啡 Benny、欸、你怎么知道是咖啡 Benny？因为韩国咖啡厅也只有咖啡 Benny。 Hello Dent 安安，日本新哎，我觉得日本才开不起来吧，日本人不喜欢吃米线吧，日本人会喜欢吃米线，我不相信。把自己关在里面，把回忆挡在外面，却不能停止想念，在我的天空蔓延，还有的善良和善变，我可以画一个圈，当作是完美句点。那时候我是咖啡 Benny 刚进来的时候去打工，哇，刚开始每天都在打仗，就是超多人，然后生意超级超级好，每天做饮料都有做满饮料排在后面，大爆单的那种。但后来就慢慢的退烧了。谢谢家居的赏枫会员票 ，Hello 甜。没有啊，我最呕的就是我没有开螺蛳粉店，因为现在已经开了，现在已经很多人开螺蛳粉店了。我最呕的就是我明明就这么早就开始吃螺蛳粉，我怎么没有跟上开螺蛳粉店的脚步呢？我的商业头脑还是有需要加强。谢谢润的坚定耳麦，谢谢润的坚定耳麦。换他自由的蓝天。不能停止想念，甜美画面。如果放弃了这一切，那么在我身体里的灵魂是谁？所以我可以一直拥抱心碎。一顺利 ，Hello， 祝福6106，猪小弟晚安。我可以画一个圈，就像那个美国的85°C， 不是也卖超级贵吗？对啊。有开副业会去捧场，我怎么可能开副业然后自己下去煮？我都要开副业，我绝对是要动头脑啦，我又不是专业厨师，我煮的话没有保障吧。我先负责动头脑。对，世界里没有音讯，剩下的只是回忆，你存在我深深的脑海里，我的梦里，我的心里，我的歌声里，你存在我深深的脑海里，我的梦里，我的心里，我的歌声里。还记得我们曾经肩并肩一起走过那道繁华的空，尽管你我是陌生人，是过路人，但彼此还是感觉到了对方的一个眼神，
一个心跳，一种意想不到的快乐，好像是一场梦境，命中注定你存在我深深的脑海里，我的梦里，我的心里，我的歌声里、你站在我深深的脑海里，我的梦里，我的心里，我的歌声里。世界知道为何我们相遇，难道是缘分，难道是天意？我觉得谭仔，我觉得米线店，我觉得米线店好像也可以走百货美食街路线。我刚突然想到，现在百货美食街有超多螺蛳粉店，很多百货都有螺蛳粉店进驻。对，米线只点多少菜？应该不会有这么怪的人吧？大部分应该都不是我这种人。我们昨天，我跟李彩杰昨天去吃一间拉面店，那拉面好像蛮有名的。对，然后它就是豆芽菜很多的拉面，然后我就跟李彩，他可以选豆芽菜要多还是普通还是少。我跟李彩杰就说：“哈，我不吃豆芽菜，哎，那我的给你这样子。”我说：“好，你给我。”然后我就点了豆芽菜多。然后李彩杰说：“还是我也点多，然后我给你这样。”我说：“好啊，好啊。”然后他也点了豆芽菜多，然后呢，他就在给我，所以我的是 double 多倍的豆芽菜，吃超级多豆芽菜。我真的很爱吃豆芽菜，哎，我觉得豆芽菜很棒，豆芽菜是一个很便宜的菜，而且豆芽菜是一个很容易生长起来的菜，就是豆芽菜是一个。要怎么讲，就是他不用细心娇贵的照顾他，他也可以成长的东西。对，很豆芽菜很好养。对，那天现实是他在把他的豆芽菜夹给我。对，连微笑都彷徨 Kiss me long为谁而唱，你会看见雾，看见雨，看见太阳，皲裂的大地重复着悲伤，他走了带不走你的天堂，风干后会留下彩虹泪光，我要炒过的才吃。我忘记我们昨天吃的拉面有没有炒过，哎，应该没有，因为我无所谓，我就煮过，有熟我就可以吃了。对，有熟的大菜我都吃。喜欢吃便宜的菜很幸福，哎，就是你不用花很贵的钱，就像有些人很喜欢吃那种很贵，譬如说有些人喜欢吃螃蟹，哇，那他很常要花一些很贵的钱才吃得到。那我喜欢吃豆芽菜，超级简单就达到，哎，随便都可以，随便都可以让自己开心，有没有？很好养。摸喊晚安，只有满杯香，他走了带不走你的天堂。我25会在工程师，26不会在工程师，26是在味全龙。25号会哦，欢迎大家25号来新竹找我。你的天堂，风干后会留
下彩虹泪光，他走了你可以把梦留下。 Hello 云 Hello 海风25期待见到阿炳。你怕看不到？看不到什么？哪一个部分你看不到？当天可以看到满满你的毛巾，当天可以看到，哎，当天我的毛巾，我不知道你们拿到了没？会有开场还是小表演吗？会有表演，对，会有表演，会有表演，还会跟选手一起打有比赛，对，会有短几分钟的舞蹈表演，应援表演，对。欢迎大家19号来西门找我。19号也会有那个大巨蛋，大巨号是18、19。Hello， 伟伟。哎，我要念排名。现场好啊，你现场再买一条，谢谢，谢谢你。哎，在台湾买不一样感觉啊，对不对？总勾着我的心。第十名是 Neo， 第九名是 Yomali， 第八名是 Jimmy Zhou， 第七名是 Lung， 第六名是建成，第五名是阿轩，第四名是勇哥，第三名是红，第二名是慧，第一名是家居。我也想快点收到毛巾。家居要听什么歌？小米歌。美好爱情，我就爱这样贴近，因为你。在台湾买有什么不一样？我也不知道哎、欸，价格我不知道价格有没有不一样哎、欸。嗯，在台湾买有什么不一样？最大不一样就是你可以马上举起来，马上举起来，然后。马上让我看到，对，甜甜圈，家具不是点过甜甜圈了吗？家具应该会换歌吧？家具现在是不是在万般苦恼中呢？对，希望大家开幕就能拿到。大家买是为了什么？就是开幕的那一天，马上就可以举起来呀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我喜欢爱你外套味道，还有你的怀里衣服纽扣虎口，那就不用分离。美好爱情，我就爱情歌。 OK， 我会唱，很棒。想成为你哦，对，好像那个毛巾夹还是什么的，是现场买不会有的，是不是？好像是这样子。好好看看在你心里。梦想，拜拜。爱你，爱你。对 ，Neo 应该是最早收到的哈。新竹寄新竹很快。那有压力山大，大家开心点，不会我就说不会，就换下一首啊，没事啊，没事啊，我才压力大吧。等一下你们点了一首我不会，我要怎么唱？时光是琥珀。泪一滴滴被反锁，情书在不朽淹没成沙漏，青春的声优白云飞走，苍狗与海鸥闪过的念头潺潺的流走，命运好幽默，让爱的人都沉默，一整个宇
中画一颗红豆。回忆如困兽，寂寞太久而渐渐温柔，放开了拳头，反而更自由。慢动作渐渐胶卷，冲过默片，定格一瞬间。我们在告别的演唱会，说好不再见。你写给我我的第一首歌，你和我十指紧扣，默写前奏。可是那然后呢？还好我有握着一首情歌，轻轻的，轻轻哼着，哭着笑着，我的天长地久。说话的时候已经不敢相信了，100分吗？瑞，谢谢品客掌声鼓励。不是啊，我跟你说，像梁静茹歌不行哈，这样好像上次可乐戒指我就不会唱。但我只是很想说，梁静茹的歌我大部分都会唱啦，就除了可乐戒指不太会唱以外，对，除了可乐戒指的部分。我这从而且可乐戒指到底是什么时候的歌啊，我真的没听过耶。冷门歌，对，很抱歉。对，我们先忘记可乐戒指。不是，而且你知道那时候就是他写可乐戒指，我还以为他在打什么可乐戒指，他是不是打错？他要喝可乐是不是？我根本没想到的是，那是一首歌。回忆这把刀，切开我身体，研究我的风雨，这全是我，那全。我跟你说，梁静茹的歌我真的大部分都会，我真的，我刚现在就要浏览一下梁静茹。收录在《青青》，哎，其实《青青》这张
其实《青青》这张专辑我算是蛮喜欢的。轻轻的轻轻，那是些勇气。三十青春无语，四十荒郊遇见你。了解这个你，沉迷这个你。请问新竹开幕的时候你有班吗？有，25号有哦。欢迎你来看工程师开幕站。而且你看、哦、我连无条件为你这么久以前的歌我都会，对不对？一夜长大不会，但是我会夜夜夜，哎，是夜夜夜夜吗？有一首夜夜夜夜超好听，叫夜夜夜夜吗？好像我在搞笑一样，夜夜夜夜。不是，是夜。哎、欸，那我跟你说，我会夜夜夜夜，我会夜夜夜夜。我觉得夜夜夜夜很好听，但夜夜夜好像是他翻唱别人的歌。对，不是那个夜夜夜夜，是夜夜夜夜。我要唱完最后一首夜夜夜夜。想问天，你在哪里？我想问问我自己，一开始我聪明，结束我聪明，聪明到几乎都忘掉。等一下，他的歌词跟不上。等一下，不行，我要找歌词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不能下副歌，我还没唱到，不行，川。等一下，他的歌词是旧版，他前面有讲话，他的歌词是齐秦的速度。等一下，走过很多很多个夜晚，尤其是刚刚来台湾的时候。OK， 问问我自己，一开始我聪明，结束我聪明，聪明的几乎都毁掉了我自己。想问天，问大地，或者是迷信，问问宿命，抛弃所有，抛下所有，让我漂流在安静的夜夜空里。谢谢告白气球。你也不必坚强再说爱我，反正我的灵魂一片片掉落，慢慢的拼凑，慢慢的拼凑，拼凑成一个完全不属于真正的我。你也不必坚强再说爱我，反正我的灵魂一片片掉落，慢慢的拼凑，慢慢的拼凑，拼凑成一个完全不属于真正的我。你们应该有些人没听过这首歌，因为这首歌是一首蛮久以前的歌，对。但我其实也没有听过齐秦唱，我是听他唱，我是听梁静茹唱，我觉得好很好听，对。Hello 陈达。问天，问大地。这是迷信，问问宿命，放弃所有，抛下所有，让我漂流在安静的夜夜空里。你也不必坚强再说爱我，反正我的灵魂一片片掉落，慢慢的拼凑，
慢慢的拼凑成一个完全不属于真正的我。你也不必坚强再说爱我，反正我的灵魂一片片掉落。慢慢的拼凑，慢慢的拼凑成一个完全不属于真正的我。你也不必坚强再说爱我，反正我的灵魂一片片掉落。慢慢的拼凑，慢慢的拼凑成一个完全不属于真正的我。我不愿再放纵，也不愿每天每夜每秒漂流，也不愿再多问再多说再多求我的梦。谢谢自个缘分相遇，不愿再放纵，不愿每天每夜每秒漂流，也不愿再多问再多说再多求我的梦。这首歌是很多歌唱那个比赛热门选歌，真的我不知道哎，我只是很我最常听的是这个版梁静茹版本。好，谢谢大家，谢谢阿轩的掌声鼓励，谢谢小鬼妹先掌声鼓励，谢谢 STS 的掌声鼓励，大家拜拜，明天见吗？应该不知道，明天看情况，对，可能晚上。好啦，大家拜拜。我不愿再放纵，也不愿每天每秒每夜漂流，也不愿再多说再多听再多求我的梦，我的梦。再见，晚安。